这个压大的都剁了，今天吃不完明天吃。你看今天你们三个又有骨头吃了。做饭做的，又拱这么大一锅牛奶，司机又拱的一锅牛奶，又拱的一锅牛奶，我能进来不？我进来直播呀。没事，他们做就行了，我在旁边就行了。哎，今天早，太阳刚出来，都起来。你看这个太阳在倒光，王爷，哎，小姐，小姐，哎，哎，啊，哎呀，小姐呀，你看一早，哎呀，啊，那他今天，哎呀，哎呀，还是自己站着吃了。哎，哎，高兴，司机，你看他自己站在姐姐杯里面吃。姐夫起来吗？哎，那起来一会儿，司机，咱们早点下，你下下面做饭行不？拿东西，嗯，行吧，嗯。可以，哦，拿上一会儿去下面坐啊。哎，喝完茶就走啊。哎，今天能早走一会儿。哎，高兴，嘿，高兴，嘿嘿，哎，高兴，呀。早餐也是吃个早餐，一人吃几个饼干。哎呀，太阳再倒光，咋地？拿上肉，赶紧下去了。猪肉、鸭肉、鸡肉，三个肉和在一块儿，今天。哦嘛，砍几根竹子，让姐夫叔叔砍，去哪儿砍去了？我在这儿等了这么长时间了，等不上了。好，过去看看他们，看看现在这个云海起来了吧？慢慢一点点又升上来了。老房子这儿看这个云海挺好啊，看这个角度，挺漂亮。我去看一下吧，看猪去哪儿看去了，走，看看大伯每天在这儿，那些大伯在这儿喂牛的，每天大伯就在下面，不在上面。嘿，这嘿，不会撂蹄子啊？哎呀，别往过这给我一蹄！哎呀呀，啊！去哪儿砍去了？砍个竹子，砍的找不见人了。老房子，哪天我给把这个老房子也推倒算了，推了以后也盖成他木头房算了。嗯，2015年地震给晃倒了这个。晃倒了以后，爷爷们才搬到山上面去的。真的，看看，就是前面挡了几棵树，把这几棵树咔咔，忙到一砍，前面这几棵小树一砍就看这个峡谷看得特别好。菩提树。好几棵了，也在自己家里面，好几棵菩提树。
大伯自己种的菜。哎呀，种的啥菜了？蒜苗？这应该是种的蒜苗。大伯聪明了，这看看，那就把牛拉出来，还放在这儿，最起码放出来让牛自己吃了。你看爷爷上面，念成什么瘸在家里面。老房子这儿这个地还挺平整，这些，哎，这个以后也能盖点房子了。哎，这是啥了？啥跑的了？那么什么动物过来跑的坑了？这是，看，都是，跑的啥了？是啥东西跑的了？是，大伯这儿又开始，这是。拿竹子又围起来要干啥子？这一片就是大伯每天打理的了，这里面又种了菜了。没有多远，从那儿上去就是爷爷那个新房子那儿了，就现在住的房子了，可能走路。十几分钟，好了，弄好了，可以下去了，拉点石头片，这几根竹子也够了。哎呀，这个坡是难上，从老房子，差点把这个车又整废了。高兴，哎，高兴，得把这个木头放到这个路边。回来，刚刚他打电话你了，这个，哎，打到，搞得好。不要给戴帽了，现在太阳出来了嘛，戴啥帽？刚刚，刚刚你开车跑过来了，他告诉我。谢谢爸爸，你好。你看，姐姐也下去啊？不下去啊？姑姑下去。我做饭呀。对，把这个木头就卸这儿，完了回来再拉上去啊。哎呀，看看这个木头湿不了，真重了，这个木头还拉着一车石头片，厕所点上用。幸亏今天起得早，起得晚又中午了。现在4:30了。